娘。儿子。娘。儿子。儿子。娘。我的儿子。自个儿媳妇儿，自个儿不照顾，谁心疼啊？再说了，就这日子啊，死了我都值。张嘴。啊。哎，志刚，你帮我个忙吧。如果我出了意外，帮我把这个交给石峰。司令，吃饭。知道了。今天的战报到了没有？报告。截至今天，我军已经坚守蒸水河15天，击退敌人进攻50多次，平均1天4次以上，我军伤亡6000多人。不过，作为进攻方，日军伤亡与我军相当。老子用火铳也堵了鬼子半个多月，看来这日本人也不是铁打的。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我们的后方交通线被日军占领，辎重运输过不来，我们没有粮食。粮食还能撑几天？2天。2天？是。那就派人弄粮食去。这什么？不行就向老百姓买。我们没有现钱，老百姓不会卖粮食给我们。再说坚壁清野，老百姓都把粮食藏起来了。那就抢。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粮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老子只要粮食。是。哎，同志们！哎，大炮，给我抻两下。好，胳膊这难受。哎，二爷，开饭了。哎，感觉怎么样？哎，好点，好点。来，哎，快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抻了一下，我这。哎呀，海根兄弟还有受伤的时候呢。嗨，谢谢。哎呀，好点没？好多了，好多了。别说呀，现在好多了啊。又吃这个呀？还让爷怎么打仗啊？饭这么稀，兄弟们天天饿得头昏眼花的，你们当官的管不管啊？哎，各位，各位同志们，现在这个粮食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信饭的是我，怎么打仗？不过呢，大家再坚持一下，坚持就是胜利嘛。用不了几天，这粮食它就运来了。来来来，先生，坚持，坚持啊！坚持让当官的去坚持啊！阿弟，哎，你这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军长，他也是吃的这个，他每天也吃不饱。真的假的？真的，秦连长，我什么时候都不会骗你啊。真娘，别说了，吃饭吧。我去找冉天明，他敢跟大伙吃的不一样，我就把他的锅给端了。哎，站开！你，哎，二爷，真娘，真娘，站住！让，站住！这里不能进！我看他到底在干嘛！这里不能进！闪开！你不在阵地，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吃了吗？吃了。鲍叔，今天晚上有牛肉吃。别逗我了，鲍叔，别说肉了，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刚才我听前沿的弟兄们说，在我军和日军交战中间的空旷处，有几头牛。啊？真的？真的？走。水牛。这几头牛够咱们吃几天了吧？过来。可是他们在日军射程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牵呢？北川軍。何を笑って報告します。敵軍の食料が着きました。なぜ分かるんだ長官。あれを対岸に数頭水牛がいますが、敵は捕まえようと必死だ。もう飢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君の分析に間違いはない。ただこの距離では機銃の火力では届きませんが。部隊伝えろ、歩兵陣を集中、敵が水牛に近づく次第皆合衆しろ。はい。咱们怎么去牵呢？都急死我了，口水都快出来了。瞧你那出息！哟，团长，快蹲下，注意隐蔽。团长，辛苦兄弟们了，最近供给不足，你们还得坚持住啊。我们坚持得住。好样的，团长，你看，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跟他谈判呢，劝他弃暗投明，加入抗日队伍，可他就是不过来。哼，还真以为你是牛魔王啊？那牛能听你的？老叔，哎，少爷，火烈户。团长，少爷，少爷，少，火烈户，火烈户。人之高。知っているのか。はい、長官。ランジルガオとは旧知の中です。小生でも一二を争う英雄、73軍軍団長ランテンミンの息子です。今回は逃がさんぞ。明け来よい。はい。团长上阵地上牵牛去了。什么？为了几头牛他不要命了？军座，我们的军粮只能维持两天了，这些水牛也可以让部队吃上一顿。我要的是人，去前沿阵地把他叫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展开。ランジルガオ、軍人として貴様を敵に持つこと嬉しいぞ。团长你没事吧？团长，团长没事吧？团长，团长，团长。
团长，兄弟们，老子今天请大伙吃牛肉了。吃牛肉，好。哎呀，哇，班长真香啊！怎么了？你小子馋了？班长，先让我们尝一口吧。哟，是啊，这可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难道我们炊事兵就饿不死吗？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为了这几头牛啊，冉团长差点被敌人的炮火炸死，是用命换来的。咱们呢，可不能多吃。老弟，哎，冉队长，这牛肉熟了吗？好，成了，马上就开饭。第一碗，先给咱们冉团长送过去。是。是。去拿碗。哎。军座，咱们现在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啊，是不是往西撤退？撤，你有几个脑袋？咱们现在什么也没有，这仗怎么打？咱们杂牌军吃一样的苦，打一样的仗，为什么待遇却是后娘养的？不是说咱们是杂牌军吗？让人瞧不起是不是？那咱们就好好打，打出威风来。老子是杆军的后代，绝不能丢湘西军人的脸。今后谁再说起，别怪老子不客气。司令，肉，这是志高凭着命弄回来的。他人呢？把他给我找来。是。吃吧。我让你们吃。给老子吃饱了，跟他们小鬼子好好干。是。报告，进来。冉志高到。为了一顿吃的，你不要命了？报告军座，兄弟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别说是肉，连粥都断了。不要再说了。作为一个军官，你做的没错，但你别忘了，你除了一个团长的身份，你还是我冉天明的儿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活？你娘怎么活？战争没有不死人的。放屁！你是老子的儿子，你这么做是最大的不孝。你给我记住，我要活着把你带回去，交给你娘。把牛肉给战士们分了。是。哪来的牛肉啊？这你就甭管了，给我来一碗。谢谢你，这些伤员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黄大夫，你也补充补充营养吧。还是留给伤员们吧。来，给他们拿过去。你说的对。
战争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残忍。你后悔了？没有。咱们地方军军医少，我留在这儿更能体现我的价值。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看来战争让一个千金小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战士。你不也是吗？你现在比以前更成熟，更有人情味了。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生死，想不成长都难呢。对了，你跟雪花大婚的那天，我都没有来得及去参加，恭喜你啊！谢谢。想一想自己，原来真的很可笑。以为爱情就是你爱上他，但是现在才明白，真正的爱情，是你爱上他的同时才知道，原来他也爱着你。你不会怪我把石峰留下吧？我还得谢谢你呢。姐，姐，冉少爷，那边有人情况很紧急，你过来跟我看一下吧。走。这边。姐，你看，他的伤口已经开始发炎了，而且他也一直高烧不退。最近我发现有很多士兵都跟他一样，因为伤口发炎而因此高烧不退。可是我们的消炎药已经用光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没命的。怎么办呀，姐？志哥，你得帮我个忙。大炮，带上几个人跟我走一趟。去干嘛？干你的老本行，去砸鬼子的窑。走，我也去，还有我。好，我的名单里本来就有你们两个，把脸擦干净。我也要去，你留在这儿。我叫上一半兄弟跟我走。一班的兄弟，跟着走。是，走，走了。
どうした？長官、安美病院に行かれるんですか？そうだ。この二人の兵隊さんが大変な重傷です。急げ急げ。乗って、急いで。弄啊！我在军校学过开车。了不得呀你！我教给你的日语，你都记下来了吗？急いで障害を除け。乗ってるのは将兵と看護だ。学得还挺快。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这么问？所以在他们问之前，你一定要先开口。有道理。志哥，跟我说实话，这次行动。你有几成把握？五成。我们对敌后的情况不了解，所有的计划，过一会儿，不过只是纸上谈兵罢了。不管结果怎么样，谢谢。谢什么？这些伤员除了是你的病人，他们还是我染之高的兵。快上车吧。急いで障害を除け。乗っているのは将兵と看護婦だ。さっき出てったばかりだろう。こんなに早く持ってきたのか。後ろの将兵はどうなってんだ。前線から何名か重傷者を運んできた時、ちょうど道でこちらの長官さんに会ったので送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異常なし。投せ。はい。もしもし。2名の重傷者が来ます。必要です。お願いします。行くぞ。急げ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急げ急げ！おい、早くしろ！急げ！早くしろ！急げ急げ！早く誰か！手術の準備だ！看護部！すぐんな！ゆっくりだ！ゆっくり押せ！ゆっくりだ！ゆっくり上げろ！
点，抓紧时间。来生太奇怪，喂，上车，走。石峰、ようやく来たか。戦場に貴様がいないと寂しいぞ。到了，快走来。你还是来了。去阵地看看，走走。大炮，你没事吧？没事，走。
石峰找来了。是，少爷他们昨天晚上化妆成日军的伤兵和护士，奔袭了日军的野战医院，把咱们紧缺的药品抢回来了。石峰刚好赶上，也参加了战斗。司令，石峰归来，对暂五师、暂六师的鼓舞很大，将士们高兴的都像疯了一样。你去吧。是。喂，下来。明白，明白。司令，您不高兴了？好的，好的，好，知道了啊，收到，快，报出去。明白。报告。刚刚收到一封电报。在哪个阵地？哪个阵地？明日日军将向你部发起总进攻，他们志在必得，你部必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精神，坚决守住阵地，等待援军。有避战、厌战、擅自后退者，军法无情。多一个石峰，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啊！司令，命令部队把所有粮食集中起来，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全部煮上，战马骡子全部杀了吃肉。全杀了？今后怕是用不上了，我绝不能让全军的弟兄们当饿死鬼。去把石峰找来。是。你们能来，我很高兴。当初部队改编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们的番号是新编73军。如果想来打鬼子，就来找我。不错，你终于来了。但我得告诉你们，明天就是我们73军最后的日子。